的选手。卢金杰范纽，加拿大。好，现在看到加拿大的范纽夫。范纽夫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十三，是这组当中短节目成绩最好的。自由花音乐来自于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。今年的加拿大全国冠军范纽夫，这场比赛没有比好。
去年他还世锦赛能拿第五的，今年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，看来想进前十五都有点困难。这套节目中大部分的跳都出问题，勾手三周跌倒，后外急滑两周，三周做成了两周，勾手三周起空。除了刚开始的那个后外点名三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完成质量以外，其他的跳跃多多少少都有问题。不过他的那个他的跳跃特点还是有一个好的地方，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跌倒的那个勾手三周，本来后面要接两周的没做，后外接环三周接后外点名两周，再接后外点名两周。它有一个好的，就是在跳跃当中能够加分的因素，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高度和远度，而且它有缓转体。这是空了的勾手三周，空了的话，像它这样只有一周的话，那么从原来的6.0的分值就直接变成了0.6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今年的加拿大全国冠军范纽夫，技术分只有47.94，杰夫纽特53.2，跌倒一次100.16，两套结果总分是152.78，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。好，现在第二组的比赛就已经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。格鲁吉亚的格德玛尼什维利是排在第一，范纽夫是排在了第二，中国选手耿冰娃目前排。